你变消防员了哈！欢迎收看小乐园的玩具屋。我是小乐园。我们今天玩一个英勇消防车。所以小乐园变成消防员了。那我们就开起来给大家看哦。这个英勇消防车，它的包装是这样子。然后它这里面的小配件呢，有两台的消防车，然后还有五种不一样的交通号志，然后跟一个大型的地垫，就是泥砖的地垫。它这个大型的地垫呢，是布织布的材质，可以丢到洗衣机里面下去洗哦，如果有脏污的话。然后有两台的消防车，这个门啊是可以打开的哦，这个窗户都可以打开哦。两边的窗户都可以打开，然后这个可以伸缩，这个是可以伸缩的哦。后面这一个门也是可以打开的，然后这个窗户也是可以打开，两边都可以。然后它可以轮子是可以动的哦。好想睡觉。哇！电话来了。喂，是我啦。Oh no！ 好好好，我马上到。Go， 去救援吧。出动。是要去救援的哦。好的好的。好的，拜拜。漂亮的池塘。两只小鸭哦，超可爱。来，乔治，请借过一下哦，谢谢。消防先生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不会不会，我们要赶快去救援喽。狗狗，拜拜。这边有还有卖薯条的，有看到救火的地方了吗？有，在前面前进前进，有失火的地方的。我的水管，我要喷水，喷喷喷喷。好的，我的朋友还在里面，可以帮我们把他们救出来吗？拜托拜托。他们就出来了。OK。就到一个啦，你也要放下来哦。就挖一个哦。耶，成功！救援成功。妹妹，你觉得这个好玩吗？好玩。那喜欢的人呢？说明栏有购买的连结哦。那最后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呢？按赞、订阅，拜拜，下次见，下次见。